这就是我们的抗议信啊。我们的抗议信就是说，中国的共产党不等于中国啊，我们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啊，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傀儡。然后我们要求中国共产党在3秒钟之内接收我们的抗议信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3秒钟之内接收我们的抗议信啊！3、2、1。哎，我们每次来中国共产党都是怂逼，他就不敢出来啊！这只能跟习近平讲一讲啊，在奥地利养的狗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们中华和平革命党的话，一直以来都是为了我们中国的民族解放啊，为了我们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啊，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啊。今天来这里呢，也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侵略主义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大的侵略和殖民主义啊，这种政权必须得推翻掉啊，这种政权是没有任何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。